四百年前，前人用卡走出台湾；四百年来，祖先用手开垦台湾；四百年后，咱来用心看台湾。今仔日，就让咱用上游的心，接触来看台湾上水乡镇——罗东。你知不知道全台湾最小的一个乡镇是哪里？不知道。乡水乡镇。不知道。我不太清楚哎。我不知道哎。面积最小。罗东镇最小。这是罗东，罗东镇算最小的。比东山还小。男女不会比较小吗？卖讲是一般人，唔知罗东是台湾上水乡镇。甚至连罗东人，家己可能也不知道讲，到底这罗东是有偌细？想要比个东镇机场还小，对啊。这位在地学生，伊讲了一点啊都无碰碰。人桃园中正国际机场，伊总面积是1200公顷，一罗东敢那这呢细呢？1134.4公顷，原来是世界真可怜。但是你绝对袂使看这个城市无点哦。那位人口方面来讲，罗东伊是宜兰县第二大乡镇，这也无怪讲罗东人因将来都毋捌感觉伊伤细。当时发达的时候，罗东买袂到物，就爱去台北买啊。宜兰买袂到，来罗东买也有啦。好。罗马毋是一工做好，罗东的老热甲欢迎嘛是有历史根基。相传罗东以前是一片金黄的山林，北部族的人拄到到罗东开发的时阵，发现讲这个所在有住一大堆的老洞，老洞就是北部语“狗”的意思。后来汉人就顺这个发音，老洞老洞罗东罗东安尼个叫，这个名就是安尼起来。所以讲罗东上早是北部族的人开发的。现在罗东镇内底还有一间华纳庙，内底奉祀就是当年开垦罗东的白埔族领袖天文甲摩格，伊表示后代子孙对伊的感谢。除了白埔族人以外，另外一位罗东的功臣，当推罗东第一任的镇长陈顺景先生。以前真闹热。以前这中正路上老热，啊，即摆中正路拢十几摆啊，哎，林平遮嘛，林平水就真济嘛，哦，迄当我人气上济。较早罗东有这个林平啦吼，遐纸厂啦吼，迄个阵当发展的时阵，啊，大都拢迄落去纸厂嘛，做个外国技术啊，林平嘛收收起来都无用。哇、哦啊，以前呢，全盛时期当然很热闹啊，包括迄落铁路吼，小火车啊，甲迄落运材卡车，对吧？运材卡车当坐是30几部嘞。咱太平山林区，伊当阵叫做太平山林区哦，太平山林场啦、啊，包税2-3千元嘞，嘿，还没现。这个专门在矿柴水池啊，所代表的都是罗东欢迎的源头。日据时代，太平山是台湾第一大林场，港人有几千人。民国10年，罗东的镇长陈顺景努力争取将太平山林场的办公室位于盐山转来到罗东，所以讲新麦关甲木材相关的其他行业，敢若林场港人家的生活消费，都够来带动罗东的商业发展啊。这车站是在这边。可以用硬带加五爪。一爪、2爪、3爪、4爪，4爪含边仔5爪，8爪的地基。一爪车上少要70，然后50-70安尼，然后要较低是100外的方公尺。太平山顶所出产的，就是真有价值、价钱嘛真高的香炉器，也阁有鞭炮。迄个时阵，日本人特别建造了为太平山到罗东的松林铁路，也阁为日本运来香火团的蒸汽火车头，就是讲为了要方便将这些宝藏甲运落山。
也自从为民国71年太平山停止抽查了后，铁路甲车站倒会倒，拆会拆，即马敢若剩淡薄仔遗址，也佫有林场员工因的回忆尔。阮细汉，阮就是住水池仔边的宿舍嘛，啊，拢嘛落去天差坑，天差坑你知无？你听有无？天差坑就是迄个撑船呐、啊，木头船呐、啊，撑木头船呐、啊，哎呀，都天差坑，咱到那也都天差坑。以前经济并没发源地，这阿伯阿因囡仔时阵佚佗的场所。随着时代转变，功能性也已经转变了。这管理比较为了排温山为了是比较慢，别把你看啊，它那个它木造的哈，它古，就到现在日据时代遗留下来哈，古厝的哈，迄条迄款的迄个那些奇景。嗯。啊，个哎呀，你等一下我会吃头啦，火车都要四五站才到。即卖罗东。卡叔讲，南市这几台客甲全帝都市的火车头，也佮有街路真村的迄几间茶汤啊店，咱实在是无多想讲，伊较早就是木材商店迄个模样。从新生的时阵啦，一工差也袂几头，这款来哦，你袂工吃了款来落啊，吃面三卡啦，算啊五五廿来几安尼。即讲唔是阮遮小平，不挂人啊，江面茶头。江面茶头。诶，当时也是啊，即卖就无啊。即卖茶有偌久茶？即卖有当时要几啊江做面茶。对啦。较早的人生活较艰苦，喜乐器算是高级品，所以讲来买的人拢是外国人。即卖虽然讲生活较进步，但是因为太平山已经不准人抽查。材料必须要为外国进口才会使，所以讲茶汤的介绍同款无变，也是足怪的。几啊十年来，唯一改变的是会晓这款传统手艺的人愈来愈少啊。我少年人来要来开做，我拢做袂掉，拢就讲艰苦就歹学啊。带人要去较快活的地方。兰博。就没有休假，肉卷啦，肉鸡啦，肉鸡我那有啊，迄电视嘛有做啊。你捌去食过？哦，我逐天嘛有食。民以食为天，若讲到罗东的小吃，这罗东人最近是足骄傲的，因为前一阵啊，阿扁啊总统捌邀请多明尼加的总统到宜兰去佚佗，迄个时阵，都专门将宜兰的三宝。锅渣、糟饼、肉卷拢搬起来做国宴哦。其中这项肉卷，就是咱罗东一间40年历史的老店所负责。听说你是这里的常客哈，有多常来？每天都来。每天？为什么每天都来？因为好吃啊。我觉得他们的东西，这样真的是实至名归啊，真的是蛮好吃的，真的是罗东之光。这个罗东之光到底是安怎做的？其中上界重要的撇步是啥物呢？咱先来看头家手骨顶头只肌肉。你唔通误会讲头家伊是练健美哦。这是逐工用4-5点钟的时间，点啊拿只肉卷的材料所得到的成绩。这就是用手工搅，因为你啊继续搅啊吼，伊个汁全部会跑出来，比较软啊。啊，这个你这用手的力量比较这样揉的话哈，比较顺呐，太顺呐，你要给你掉拢脆掉了啊，全那个东西都会脆掉，哎呀，所以讲我是讲拢用手工的啦。头家又负责材料，啊，头家娘呢？头家娘在去啊？你看，你看，你看这两包肉卷的脚手这样厉害伶俐。这位都是头家娘，这都是经验的累积，就好像是变成一种习惯性的，你每天就是摸这些东西，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动作会比较快。我们这里的客人很多，大人小孩都帮我算过，据说记录好像
六秒钟一条。林南瓜头家娘做得敢那真简单的款呢，安尼捏咧捏咧，卷咧卷咧，迄是有真大学问伫内面呢。咱叫一位毋捌做过工作人员去试看卖，卖讲速度差人真济，慢工阁无法度出细活咧，当场就叫头家娘改讲不及格啊。新手上路，挤下去嘛。对，下去一定要不能太多，要每一条都均匀，要不然客人会说你的比较大，我的比较小。完了，这一瓶我赶紧接啊。哎，这个到时候都会破掉，都会开。所以这个都不行，这个都太空了，这个炸起来中间会空空的，吃不到东西。每一条肉卷卷起来都要有密实、很扎实的感觉，不可以像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都是经过每天的切割。今天都在木板就换过一面，对，已经换过一面，另外一面也是一样的。这个是这种木板是。Hinoki 帮，所以你要让它凹陷到这样的程度是比较不容易，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家店的历史，将近40年的历史。头家因一家伙的人实在不够厉害，包肉卷会当从这个房啊个挖个烂落去，那一定是赚袂少钱哦。无啦无啦，咱是讲恁真辛苦，40年岁月拢刻在这个所在，是讲肉卷是足有名的。啊，是安怎店名叫做肉鸡饭呢？哦，那个我都爱哦。那个我那一个柠檬哈，切哈，那个酱跟辣一起哈，然后那柠檬上面的那个锅贴，然后吃。哦，我可以吃50个，我不骗你，很可怕的。你若是问罗东人，看罗东有啥物好食的，相信10个人内底有8人会甲你讲这间肉鸡饭。也毋过，是安怎奈有人用这个“饭”字来做伊的店名呢？这其中到底有啥物大学问题？以前我公公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的历史已经有差不多将近40年了。那以前在做的时候，不是像这样大店面，以前在做的时候都是从那个小摊、小推车。开始在卖起，所以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就是比较会大小声这样，然后好像说啊久了之后，因为我们又在卖肉羹嘛，阿欢阿欢叫就变成肉羹欢。原来是安尼是，也不过伊嘛是足够水的，一点啊都无忌讳讲归去提来做店名。也即摆因为讲阿扁啊总统国宴的原因，肉羹欢那是东部有名声，连顶港下港嘛叫出名。宜兰县，你是说不知道肉羹欢的几乎很少，就是外县市的，像说高雄啊、台东啊、花莲啊，很多外县市的客人，他们就是会慕名而来，来就说来就知道说要吃国菜。有的人是喜欢传统的古早味，有的人是喜欢新鲜的外国的物件。罗东虽然讲唔是什么大都市，也唔过伫个食这方面是真多元化，嘛真进步、哦。是多多的小味嘛，多多小味嘛不一样啊，多多嘞，他来这里真的不一样，真的很好吃，因为这个是黎巴嫩的标准中东的小味嘛，生出来，香料是这里还有，别的地方没有，哎，我很高兴，因为你们不会不知道怎么弄，哈哈哈。你无看唔对，伊确实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为黎巴嫩来的外国人。你嘛无听唔对，伊所讲的确实是北京语，而且讲得阁无算真差嘞。托你来台湾已经9年啊，这9年上大收获，那讲台语甲国语讲了会念顿，对伊来讲，会当做罗东人的囝婿，迄个是幸福甲骄傲的。我认识我老婆是完蛋啦、啊。
不会完蛋了。我认识我老婆，然后开始我就心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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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爆掉了，爆不掉了。老婆好厉害，这次样子辛苦一点呐、啊，然后结婚了，结婚了哦，很高兴，非常很高兴。他刚开始是来我们罗东这边玩，然后我到台北，我帮我舅舅来忙嘛，然后在台北又遇到他，啊，那时候刚好我在台北也人生地不熟，啊，他在台北也是，两个要不要啦？要，那我们就刚好两个人就说去哪里要去哪里干什么的啊，两个人就一起呀、啊，这样。那时候交往很久了，交往六七年了，啊，后来就。我年纪也不小了、啊，他就想说啊，好啦，既然这么多年了，他就结婚这样。哦，台湾的妹妹全部很辣嘞，没有没有不辣的，全部太辣嘞。我老婆比较辣了，没有比我老婆辣了。那个没有比我老婆辣了，没有办法，找不到。是我老婆考取的辣。当年 Tony 因为黎巴嫩来到台湾。伊发现讲，台湾甲伊个国家黎巴嫩，唔呐讲风景同款美丽，人民同款热情，连土地嘛差不多变大小。唯一无同款的是，台湾较安定，无战争，无像黎巴嫩已经拍十多年的内战啦。作为高级将领，也太过无数敌人的托尼，真紧就改这个所在。这里很安全啦、啊，宣布你要去哪里 ？7-11。早上到晚上 ，7-11， 你要去哪里？海边啊，去钓鱼啊，去聊天啊，哦，很方便，不会危险，很安全呢，真的啊。台湾的全部，我都爱三个地方，台东，宜兰，罗东宜兰，澎湖，这里比较好。然后我老婆是罗东的人呢。那个很重要的哦，罗东小姐很凶的，要死的。罗东人的热情，带予托尼温暖，也予伊更加决定讲要留伫牵手的故乡的。也相对的，托尼伊做人真趣味，也佫对人客真诚，唔呐讲予伊生意愈来愈兴旺。上重要的是，也予伊变做大家好朋友啊。五个辣，五个辣，五个不要辣哈。好，五个辣，五个不要辣，还有五个呢。五个，五个也辣。四个辣，五个不辣的啦，好不好？那个辣不会辣，你爸说嘛，你那么辣妹的，爸，你爸吃辣太多。我有时候很忙的时候很累哈，很多客人呢。老板我要，老板我还没，老板干什么？你要多少个？两个、三个，两个可以等一下哦。不会等下嘞，没有，不会爆掉的哇，不一样啊啦，这个不是很凶，这个是塞奶奶。这个是外国人高追的所在，不过即马托尼的多多早餐店已经变作罗东的观光地点啊，为台湾各地慕名而来的人客，也个媒体也是坐个敢那山嘞。很黏，高雄、苗栗、台东。花莲、台北全部的，真的啊！等下我告诉你，真的啊！你要哪里演？美国要来这里吃我的小碗吧，是台湾的人。Tony 伊所卖虽然讲是正统的中东食物，但是伊对台湾的小吃是爱到要死。尤其那是讲到罗东上界有名的观光夜市啊 ，Tony 伊就阁啰啰长安尼讲袂煞。我比较喜欢吃那个锅底，哇，那个我都爱啦。哦，那个我那一个柠檬哈，切哈，那个酱跟辣一起哈，然后那柠檬上面的那个锅底，然后吃，哦，我可以吃50个，我不骗你，很可怕的，老板一直弄，一直我一直吃，好吃的。在罗东中正公园的四周围。大天下晡，若是三四点的时阵，都有真侪卖食的、耍的，也阁有穿的，遮路边摊起伫遮。一直到过半暝了，同款有真侪人潮。这就是罗东上界出名的观光夜市。
这个夜市啊，常常看起来跟一般都市内底夜市啊，无什么无同款。但是你若斟酌啊，坐两日啊，都会当发现真侪好料的。那无是安怎，也会当吸引真侪外地的观光客呢？以后阿袂规划，阮是算讲伫较外口，拄伫迄个人树啊开啊，去人外口遐。啊，阮即摆规划吼，黄山大地主，阮则含分一排安尼。啊，阮则一排即块，一排即块还要八。啊，来规划进程啊，开始排规定大落来。嗯，阮嘛才八几大。八几大？诶，阮即逝吼有二八大，啊，前个因咧逝有二二大。啊，搁迄边遐有四，有了百岁山遐。啊，阮做食的是差啊五十八大。我有一寡固定的客源啊，我主要就是讲，若假日哦，假日像讲以前伫遮甲咱食固定吼，伊即马出外做人过啥，本来一定来甲我交关的。所以我若星期五晚上甲星期六吼，星期日这三天拢一定较好。诶、欸，夜市啊内底后底卖白瓶头鸭，这个是罗东夜市特殊的所在是无？稍等，稍等咧，你甲看一下真相。头家放落去的是一签一签的鸡翅、鸡眼骨啊，还有鸡腿呢。原来这是煤炭烤的，这个头家阁有影足有创意的。原本是台中，就伊地震遐过来，我的构想是对烤鸭遐出来的，构想。阮因迄种是传统的啦，啊，阮这是放咧炉啊内底，内底烘的较无同，食起来口味无同。阮的做法甲迄并无同，就是阮迄个炉仔翕的，伊的氧、伊的水分甲油分哦，就袂流失去啦。哎，它食起来口味较无同。我看你手安尼伤痕累累，啊，就加减会烫着啊。伊的高温几落百度的，哎，鸡肉才会熟啊。哎，鸡肉迄生的，咱加减会化着落来烫着啊。头家赚这真正有影是艰苦钱，也不过看到生意安尼源源不断，人客一个刷一个，艰苦嘛是有代价哦。哎，一串心啊，这是什么物件？听起来敢那真文的吼，较有诗意的款，搁淡薄敢那亲像哎怪怪的，大家看卖就知。我这边的料拢自家拢家己搞，哎，啊，食好嘛，拢讲这些呢。啊，刚过有时间来阮罗东来食好嘛，就多叫你走。啊，谢谢啊，等下。哎，食好嘛，食好。每一个乡镇差不多拢有夜市啊。但是不一定讲每一个夜市啊，拢伫咧卖一串心。这物件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是醋的，还是素的呢？不着重煮要紧。我这款的料拢全拢家己搞。哎，啊，食好嘛，咱讲这间的。啊，刚过有时间来，阮罗东来食好嘛，就保证你赞了。啊，谢谢啊，等下。谢谢。哎，食好嘛，食好。感谢感谢。本来一串就是三串串在一起，叫做一串心。啊，阮就是讲改良方法就不一样，就是讲因为三串你吃在一起的话，你的蘸料，啊是讲恁客人哦要吃是没有选择机会。我今下讲啊，肠、猪肠啊、鸡肠啊，我三串串袂去，你就要加食安尼尔。但是我这摆你买的时不共款，我这摆让恁们多多选择，你食共款，我食共款，不共款啊，对不好？原来一串心就是用豆腐皮、姜肉、肠啊，还有鱿鱼给签做伙，两签才十块尔。真正是物美价廉，赞就是赞。一串心吃过了后，安内阁出现一个包心粉圆，罗东人真正足够发明的，唔是干那发明吃的尔，连好名嘛是同款搞，粉泥都已经较细粒啊，内底过当包啥货？包小红豆，是谁发明的？是我老板的，他们。回到我们罗东来的时候，我却找到有一家觉得让自己觉得满意的那个粉圆吃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跟我先生不然我们自己来做，啊，从那时候开始有这样的 idea， 啊，不过那时候又想，那粉圆大家都一样嘛，就是一般的粉圆而已，那为什么我们卖
有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来一点创意这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之前都蛮喜欢吃的，对啊，所以才就来这里打工。我们很认真的研究，这样研究了一年，才那个发明承包性的原来。刚刚吃饭的时候问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啊，就介绍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包心粉也很好吃啊，啊，所以就来试试看。啊，所以没有什么介绍的？没有没有，就是在第一次来这里，我从台北过来的，第一次来这里。QQ 的，一个 QQ 的包心粉圆，劳动以外直接无法度食得到啊。所以讲，为了满足这些慕名而来外地人，头家特别发明了外带包。听讲有真侪人搁要当去做盘手呢。不过，即卖这个包心粉圆已经变作劳动夜市的代名词啊。劳动人暗时若要消磨时间，会当坐夜市啊。啊，若日时啊，不管是要运动健身，还是要散步。劳动运动公园绝对袂予大家失望。劳动的佚佗，也有一个迄落做学运动公园啊。运动公园入面哦，水鱼啊、骨鸡啊、嘛鸭母，反正都拢有啦。劳动人口少，是运动公园还不错了。运动公园，别的县市没有的。很宁静，而且翠绿绿的那种草坪啊，别的地方绝对没有。之前人讲过，罗东是全台湾上水的乡镇，但是罗东运动公园在台湾算是排头前的。这公园起七年才完成，到底这个罗东运动公园有多大呢？有这么大，47公顷呢。内面唔闹绿地、人工的皮啊，也够游泳池、棒球场、篮球场等等。你所想会到的运动休闲设施，加差不多大咯。感觉很美啊，看起来心情好舒服啊。其他县市可能就没有办法像这边一样，有可以来这边，有那么大的公园可以看完，而且每个景点都很漂亮。基隆本身地都很小，那我们如果要去大一点的地方玩，都大概都跑这边比较多。很骄傲。对啊，觉得就是一个活动空间。像我朋友过来，我都会带他过来这边，像同事啊，或点地方的朋友，带他们来一来，一定会来运动公园这边。劳动人正经真注重生活品质，嘛真慷慨。家己乡镇虽然无大，但都算起这么大的运动公园，和全台湾的人拢会当斗阵来分享一下。这就是劳动人因特地骄傲所在。公园优美的环境和开阔的视野，也影响了附近的环境。运动公园的四周围已经变作劳动的高级主题区啊！像这款这么水的别庄，四界都拢有。但是，并不是讲每一个人都遐尼幸运。在劳动镇的另外一头，都有一挂人住在50年拢无改变的旧厝。我们这个眷村的话，到现在差不多有50年了。外面所有进步的前线那个样子进步，而我们眷村如此，50年都没有变过。这是罗东的金陵一村，也是罗东上盖大、上盖旧的陆军眷村。因为县政府跟国防部责任归属分不清，所以这个所在已经变作罗东镇内的美食乐啊。就算讲四周围大楼愈起愈多，愈起愈水，这游园必须坚持本来的面貌。实际我们的青春已经奉献给国家了，而我们到晚年的时候，国家对我们的要求的并不多，希望也并不大，就是我们要一个安定的住所，我们就满足了。公告栏内底已经黄旗的眷村改建公告，也够大碟壁顶红旗旗的万事如意，这是讽刺也是希望，咱唔敢对门。眷村的第二代，就算讲有心，也无法度留落来，因为较无10平的室内面积，实在无法度住遐济人。人无法度改变，干那会当变老尔。不过好哩加在，唔是讲所有的人拢将这人放袂记。游园有真侪充满爱心的劳动妈妈，将因当作家己厝内人共
碗碟管心里。这位就是罗东社区卫生促进会志工曾丹佩玉阿姨。阿姨每礼拜都会定期到罗东附近的地区来探望老华人，替牛血鸭，也够整理环境，而且过会家己出钱炸一罐物件给伊吃。阿姨较早是做衫的，所以讲替老人添衫补衫，嘛变做伊奉献爱心的另外一种方式。要不要出去玩？没有一天去那个叫叫我下午就去吃。这样，平常可以出去走一走。对对对。今天要在出药嘛哈？今天有出药。罗东卫生促进会是全国第一个社区卫生促进会。志刚妈妈因为利用英时啊，到各地去宣导卫生保健的观念。目前志刚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个啊。是宜兰各乡镇当中人数上侪，这妈妈因讲因为感觉有意义，所以就会吃好斗小饭，招好朋友到店来参加。因讲这应该算是一种好的了解会。你只家下某个会使请出凉鞋呀？嘿，爱收钱无？唔免，我这人免费的。无啦，拢嘛伊拢嘛定来你养，养伊搞你。好啊，安尼啊。啊，你定来你嘛定来来遮。有啊，做下某吼。那家好些大，好些些，即马人较无爽快啊，全养家庭为主。这位丹牛票主阿姨，平常时啊，伫厝内底是开美发院的，也自从做志工了后，伊就顺续替人客办血压。日子一个久，一个所在，变作变做一个医疗咨询站啊。从头的，就是讲吼，因为阮遮较早是农业社会吼，啊，所以讲这个医疗较无普遍，吼，啊，所以讲这人客，阮都。直接就甲伊，敢若讲甲伊讲一寡迄落医疗资讯啦，啊是我从头开始，就是阮遮个人客本地，就是卫生所的人来遮宣导，啊是讲甲讲我甲人客讲话真嘞好，会敢若讲互动袂歹，安尼，啊就怎啊甲叫我开始做迄落，迄句是叫做义工啦。伊若敢洗头，佫敢笑着啊，头毛好咧，甲你梳梳，哦人拢好去，拢袂安怎。姐姐，你那个布吼叫洗头，来遮。嗯。伫厝诶，我是不定时啦。嗯。啊，含人去讲这吼、個、吼，像这迄个子宫膜片啦吼，啊是父母乳啦吼，啊是讲更年期，我是拢无不定时咧讲诶啦。嗯。嘿、嗯，所以讲阮这人去，大家拢嘛知影，有啥物问题，伊就找我。啊，我若袂晓诶，我就直接就找卫生所。安尼，互伊发，伊发资讯，啊，阮才传得互遮。遮妈妈毋是干那帮血压、宣导卫生知识尔，因佫会结合家己的专业知识，替善良老人做一寡免费服务。亲像进前的庄阿姨，伊是做裁缝的，会晓补衫、提衫；，啊，这位陈阿姨，伊是三不五时啊，都会去老人厝内底替伊义诊。你即马咧早时有去运动哦？有啊，有哈。嗯。你拢早时拢行一空哈？嗯，就半点安尼。半点哈。嗯。啊，你即马脚有真好啊？脚哦，恁咱这老伙仔脚咯。我老伙仔。安尼行行者。嗯。啊，恁你迄落即马咧血压好啊歹？血压无？普通啦。普通哈。嗯。罗东虽然小。罗东人的爱心是袂细，这妈妈凡事无真高的学历，也无真大的财力，但是这看起来真简单的代志背后，其实蕴藏了无比的热情。因的付出，予罗东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爱。啊，到场地呢，都全部都是人，包包一放下，好，赶快换衣服。好，第一次画眼线，好，第二次跳完回来，第二次画，另外一次，等全部跳完以后，我们练。
伫路口搭一个戏台，锣鼓声深深吵，好戏开场啊！这款画面伫个十多度个都市内底是真罕咧看，严格出了大都市，一种甲台湾人历史密切相关的文化甲记忆，伫乡野之间定定有啦。在罗东，我嘛拄拄看了一出病卡戏。原来这是五国王爷生日。五国王爷就是咱一般所讲的兴隆大帝。早在清朝，罗东人同款以捕龙为主的时阵，就开始服侍兴隆大帝啊。这款的风俗百年来拢无改变。特别的王爷生日，闹一个庙会甲庆祝的活动一定是有的。也信徒嘛拢会义务来这个所在倒数物啊。大家求一个平安和顺事。其实制作小组本来不是讲要来采访庙会，是要来找一间罗东人推荐的美食杜姑面。是讲到了地下庙，阿弥陀佛无看，嘛无看人渡孤啊。等到煞看了一阵真古锥、有精神的妈妈，伫只收银啊，请大家吃。马仔就卖啊，阮就讲惊遐两个戆西啊，啊就要滚啊，解落安尼，解庙到河姑安尼啦，啊马仔就卖。对啊，两公嘞。马仔啦，解庙河姑吼，咪不要紧啦，伊会保咱趁钱啊。对啊，安尼食伊个啦，好不好？豆姑面其实就是讲用一般的豆油、醋所煮的扁食面。但是真奇怪咧，伊个生意就是较好诶，因为逐摆人客拢爱排足长诶，等足久才能食到真好食诶面，所以日子一日久去，杜姑面这个名就安尼传开啊。今仔日诶面有一个外号，你知无？杜姑面。好，你来带。人朋友咱来讲，阿姨，恁个面叫做杜姑面。我讲你安怎讲？等足久诶，我未啦，一盖拢爱煮十几分诶，安尼差不多也无偌久。中国的新妇讲完了后，在罗东一定要提起了天主教的南洋青年会。这是一位意大利籍的密克林神父，在民国五十五年的时阵建立的。你不能就是讲，伊是普通的青年会尔。国际有名的南洋舞蹈团，就是为这个所在发迹的。是我本来也从小孩子的时候，蛮有兴趣的。像中国文化啦什么，因为我们感觉一些意大利的跟中国啊好像很早就有关系，罗马时代呀、马可波罗等等，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故事啊，就是可以讲中国，所以我已经呢从小孩子蛮有这种习惯，也是你知道教会天主教。就是讲讲讲，就是倒闭了国家了等等的，就我以后就去修道院了。修道院当然我没有跟人家讲我要将来怎么样的，但是我快升神父就是文会长，能够到台湾来，因为我们的，因为介意中华文化，所以讲志愿到台湾的团购。为意大利到台湾爱坐国外的船，其实这无算贵。密神父在罗东奉献的四十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没有办法一下子做那么多，这个是蛮辛苦，慢慢的。但是也是蛮有意思，因为这么多岁跟南洋一起长大，慢慢的来。但是我是希望快。希望将来能够快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较一个完整。密神父相信讲，耶稣跟主人对人类，尤其是儿童的教化功能，是别项物件无法度代替。
所以民国55年，神父伊创办了南洋舞蹈团，招收囡仔朋友来学传统的舞蹈，并且争取出国表演的机会。在迄个保守的年代，出国无遐尼简单。打扮了出团，神父拢会为了签证的代志点啊烦恼。那时候的国民外交在台湾的怎么处境上，就是他们这个外交都不是很大，就或者是很好，因为台湾那时候不是，毕竟还不是很有名，人家都还不知道台湾是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就神父利用这种教会的关系，那时候我们也比较辛苦，有募款啊去。那一整团去的时候，神父是希望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越好的东西给外国人，可能是欧洲啊，或者是美国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可能一天要赶好几场，那通常是半夜大概三四点起来，然后上游览车，坐了好骑6点多。啊！到场地那都全部都是人，包包一放下，好，赶快换衣服。好，第一次画眼线，好，第二次跳完回来，第二次画，另外一次等全部跳完以后，我们的脸全部画完，所以真的很有趣。然后呢，跳完以后真的是那脸才是最漂亮的。那跳完的观众都很激情，因为他们真的未必那时候早期真的还没有看过这么东方的小孩子这么可爱这样子。成立35年了，出国表演过20几次，现在的南洋舞蹈团已经是国际闻名的团体。当年无论是国庆阅兵，还是讲选位侨胞，因绝对会被安排演出。不过，上想会到讲，参与这款传统舞蹈团的背后，上大的功臣，竟然是一个外国人。是老街的大都市，也不是艺术形成的所在。劳动细细啊，尔竟然有法度孕育出南洋舞蹈团这款的团体，而这几啊十个囡仔竟然也跳出了劳动的公园跟名声。即卖南洋青年会占地6家，还佫有幼稚园呢。不过自然佮艺术的教化，依然是神父伊一贯的坚持。这是南洋青年会附设的圣婴幼稚园，这也不是普通的白雪公主和七矮人，因是为意大利以来的洋娃娃呢。这些树啊，相信你在台湾其他的所在也不捌看到，因为这是南洋舞蹈团因出国表演的时阵为巴西砸回来。这款的自然环境，这款的校园，你敢会真欣赏在这读书的劳动人啊？
这位邓向鹏小朋友，因为是这个班的唯一的查甫囡仔，所以就变作老师甲这同学的宝贝。但是，若甲伊受欢迎的程度比起来，蜜神富蝶幼稚园内底，会使讲是这囡仔的超级偶像。三十一岁到台湾，即卖蜜神父变化匆匆，已经66岁啊。青年会人讲，在这30多年岁月当中，蜜神父真罕哩登意大利，都算是南洋舞蹈团去澳洲演出。因为时间甲经费的关系，伊嘛真罕哩我登伊个故乡。只有一个原因会让伊想要登去厝的，迄就是为南洋筹款的时阵。新妇的目标是希望讲，会当伫罗东起一间南洋国际艺术学院。伊知影讲要达成这个目标无简单，但是伊同款真骨来向前行，已经准备用一世人的时间留伫罗东来完成这个理想。就算太平山林场停止搜查，罗东林区风貌不再，但是罗东人依然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创造因自己的骄傲，展现因特有的精神。所在虽然矮，但是因为用心。咱会当看到罗东丰富的内涵。无厝大人，就是爱去外口找一寡工作来做。而且整个环境改变够侪。